大家好，我是江丽君，是安良工商会和西街广东同商会的会长。2021年的国庆活动，我们举办了一个医疗讲座，很荣幸请了四位的医生，他是心脏专科的医师，帮我们讲关于新冠病毒对心脏和血管的影响，还有打了疫苗以后可能会发生的副作用。日期是9月18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，地点是在侨教中心，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。